长，曲折的前方是温暖的希望。我怀抱着期待，忘记了慌张，学会了坚强。只要我心中的太阳，还有这最初的光亮，我懂了，爱就在身旁。我懂了，幸福是彼此守望。我懂了，等待是一种美丽的倔强。承诺离不开时光，愿人生教会我用真心开启那扇窗，永远不要伪装，从容向前方。我懂了，爱就在身旁。我懂了，幸福是彼此守望。是一种美丽的倔强，终于看清了归宿的方向。欢迎光临，新店开业八折优惠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里边请啊，随便点。欢迎光临，里边请啊。我来接下豆豆。我这就去带他。马奇，不好了，豆豆找不到了。豆豆不见了，你有没有到处找找呀？找了找了，都找遍了，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没人。小智，有没有看见豆豆去哪儿啊？他有没有说过什么呀？没有，豆豆哭了。哭了？豆豆为什么要哭啊？是不是你欺负他了？我才没有呢，谁叫你们说他是捡来的。你们是谁呀？有外婆和田妮阿姨。是我，是我说豆豆不是你们亲生的。我当时回屋看豆豆收拾的怎么样了，就跟彭婶聊起豆豆的事儿，一不小心说走了嘴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当着孩子面说这干嘛呀？别说了，赶紧走。豆豆，豆豆，怎么是你啊？豆豆不哭啊，
哭，你跟妈妈走散了。豆豆，不哭啊，叔叔给你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贝贝，现在豆豆和我在一起，在公司等我，我马上带他过去。豆豆，我带你去找你姑姑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哭了啊，好吧。走了，豆豆，走了，走走走。说个谢谢，豆豆，快谢谢大哥哥，谢谢大叔叔。来了，这当姑的呀，都没有这孩子懂事儿啊。某些人啊，还没有这孩子他姑姑懂事。豆豆，小姑带你回家好不好？我送你俩呀，呀！没事就好，幸亏碰到的是一菲，没事就好。这个事儿都怪我，要不是我说接豆豆回来，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。怎么能怪你呢？我们想让豆豆在家住几天，那我们也是好意，那谁成想？会发生这样的事啊！是啊，伯父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要怪，就怪我好了，整天忙着餐厅的事儿，没有照看好豆豆。你没有错，你又工作又带孩子，确实不容易啊。豆豆。带回来了，我有事儿，刘先生还有。谢谢你，贝贝。没事，豆豆乖啊。你跑去哪儿了？啊！你把妈妈吓死了，知道吗？豆豆再也不敢了，豆豆好想妈妈。妈妈也想豆豆。千万不能到处乱跑了，知道吗？妈妈，豆豆是不是捡来的？豆豆怎么会是捡来的呢？豆豆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豆豆，现在你还小，很多事情你还都不明白。等你长大了，妈妈就讲给你听。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妈妈，知道吗？来，豆豆，到爷爷这儿来，来，来，豆豆，豆豆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想死爷爷，知道不知道？就是，不哭了啊，好吧，想爷爷了吗？嗯，年可想你。万晴啊，你放心去吧。我们会好好的照顾孩子的。是啊是啊，你就放心吧啊。对，你都开业了，赶紧去忙吧啊。豆豆，在爷爷这里住两天好吗？妈妈过两天过来接你啊。建平，去送一下。对了，乖乖的听爷爷奶奶的话啊，走吧。哎，建平，不用了。自己回去。没关系，走吧。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我先走。不等等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就已经离婚了，一天到晚来我家缠着我老公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这样的话很无聊，知道吗？我无聊。你明明知道我跟静已经结婚了，还一天到晚缠着他，到底是谁无聊？你说，你说。
狐狸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狐狸，你说，你这狐狸精，你说，你说，啊啊！豆豆，豆豆，你家这样的小孩，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，你自己小孩不管就好，你别跟他咬我啊！哎，不行，等等，你要是好好对他妈说话的话，他一个孩子，他能咬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对他这样的话，我让你滚出去！伯父，豆豆，我还是带回去好了。别，留下！谁要动他一根毫毛，我跟他拼命！来，没事吧？啊，伤了没有？豆豆，住在爷爷家好吗？要听大人的话，妈妈过两天就来接你啊。伯父伯母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心啊！我送你走吧。你送啊你！我自己走。你刚在电话里怎么跟我说的？我说什么了？我问你在哪儿，你说在家，结果呢？你在汪晴的餐厅里出现，而且还把他接回来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去接豆豆，怕你多心才这么说的。接豆豆，居然把他妈也接回来了？我去了以后才知道豆豆离家出走了。汪晴过来也是为了找豆豆才来的。豆豆又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把她接回来干什么？而且她离家出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看你根本想要借口跟汪晴接触，跟她藕断丝连。狐狸，你讲道理好不好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跟汪晴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，你信也好不信也好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解释了。还有，我是豆豆的爸爸，他姓尹，他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你再说一次，豆豆不是只要暂时住为两天的吗？他在这长住下去，哎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啊？我怎么商量啊？我商量你同意吗？你不同意啊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狐狸，如果你想在我爸妈家住下去啊，你最好啊，最好千万别添乱。是你添乱还是我添乱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怀孕不能生气，你非要惹我生气。我不让你干的事你偏偏要干，你存什么心啊？我存什么心了？你不想吵架我也不想吵架呀。那行，你现在就跟我爸妈说，如果他们不同意，那让豆豆赶紧走。尹建平，你就会欺负我。我怎么欺负你了？我是他的父亲，我对他要负责任。那我呢？我也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为什么我说的话就不算数？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！你最好修炼一下你的脾气，千万别惹我爸妈不高兴。我问你，在你们家人的眼中，是那个来路不明的野孩子重要，还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才重要？你说啊！胡搅蛮缠！我告诉你啊，刚才豆豆已经受刺激了，你千万不能再这样。是谁受刺激啊？他咬我，是我才受刺激吧？吴建平，我给你们讨回公道！爸妈，是我让豆豆回来住的，你吵吵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狐狸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豆豆呢，是我跟建平的爸爸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这种感情啊，等你做了妈以后，你就懂了。你不愿意让豆豆来家里住啊，这我能体谅，可我们实在是太想豆豆了，你就算。你这干什么呀？这个家是他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你少说两句。狐狸啊，你就当做好事，给肚里的孩子积点德，行吗？妈，我都多大的人了，不会跟豆豆那个年纪的小朋友计较的。我是在气建平，他之前什么事都不先跟我说，而且我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嘛，
只要你们两位老人家高兴，豆豆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。嗯，哎，谢谢。好，哎，建平。行，那你们俩聊。嗯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哇，还有鸡蛋和香肠哎，这有老婆就是好啊！谁是你老婆呀？要不是你今天给尹家立了功，你别说是鸡蛋了，连汤你都喝不上。哦，这么说我是托了人家豆豆的福。嗯，我真希望以后天天能够见到豆豆。哎哎，油油我脏了，活该。快去坐着吧。好好好，晚上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呦，这么多卤味儿，哎，不错哦。好了，好了。辛苦辛苦辛苦。哎，多亏有你啊，要不我还得吃上几天的素。哥，进来。吃一年，赶紧找工作吧。你再不上班啊，我让你天天吃酱油拌面。吃到你恶心为止。嗯，妹妹，我觉得咱俩这样过二人世界挺好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误会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就是现在的人没有必要结婚生小孩嘛，对不对？多麻烦啊！你看你哥和王晴，那因为个豆豆闹出那么多事情来。那你也不能光看见麻烦呀，有孩子当然有有孩子的乐趣了。嗯嗯嗯，这点我不同意啊。我告诉你，有了小孩以后，那麻烦肯定大于乐趣。我都想好了，要不以后咱俩就不结婚，要结婚呢就不要小孩。孩子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，你不要小孩，那就说明你根本就不够爱我，所以你才不想要小孩。我不爱你，你看我有多爱你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每回都这么拒绝我，你几个意思啊你？我还没有准备好。爱还要准备吗 ？Come on, baby！ 哎，哎呀，你又这样！哎呀，现在不行。那什么时候行？结婚才行。啊啊！吴飞，没事吧？尹贝贝。我知道你现在嫌我没用，嫌我没钱，你打心里根本就看不起我。李飞，爷爷。说豆豆在爷爷家住两天，就会来接豆豆回去。哟，豆豆不愿意在爷爷这住啊？嗯，不是的，我喜欢爷爷，可是什么？爷爷家有狐狸精。哎呦，你这个小机灵鬼啊！放心吧，有爷爷在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嗯，赶紧睡觉啊。两天以后妈妈真的会来接豆豆吗？当然了，爷爷向你保证，妈妈不来，爷爷亲自把你送回去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咱们睡觉好吗？爷爷给你唱歌啊，小燕子。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你为啥来，燕子睡着了。高兴，我愿意。嘘，行了行了行了。
冯姐，喝杯茶，烫啊。王姐，豆豆才走一天你就想他了？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是我一手把他带大的呀，这跟亲生又有什么两样？是啊，而且豆豆那么乖巧，还挺招人疼爱的。哎，该怎么办呢？王琴，刚才小智一直在跟我闹，问豆豆什么时候回来。豆豆不在，他也挺无聊的。也是，这两天幼儿园放假，小智一定觉得特别孤单。您就多陪他玩玩吧，等豆豆回来就好了。也就是你了，要换了我，我根本不让那无情无义男人把孩子给带走。他就不说了，他身边那个女人，更让人不放心了呀。哎，彭婶儿。说说就行了啊！再说尹建平也是豆豆的爸爸，何况豆豆奶奶爷爷也都在，狐狸不敢怎么样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敢啊？明见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彭婶，也许是我多想了吧。王琴，有的时候我这个人吧，爱把事往坏里想。担心啊！是啊，王姐，没事的。来，我烧麦和包子啊，这是今天早上新买的。嗯，来，爸，包子，我最爱吃包子了。哎，豆豆，你不能吃包子，你的早餐啊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燕麦粥啊。唠叨。我不要吃这个，我要吃包子。狐狸，他喜欢吃包子，就让他吃吧，因为他从小啊吃惯了路口那包子铺的包子了。妈，不行，豆豆现在正是发育的年纪，一定要注意营养。我查过啦，燕麦粥啊，它是高蛋白质、低碳水化合物的营养食品，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最适合老人跟小孩了。所以豆豆啊，一定要常吃。不要，爸爸。我要吃妈妈做的有蛋有火腿加在面包里的早餐，你以前也会做的。这样，豆豆，今天呢先这样，明天爸爸帮你做，行不行？妈妈最好了。嗯，乖，吃吧。不行了，那种东西油脂太多，吃多了会变小胖子的。嗯，是。那个，我也听说那电视报道过，自从洋快餐进来以后啊，就国内的小胖子就越来越多。就是啊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，一定要从小纠正他们的饮食习惯，不能放任他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豆豆，阿姨说的对啊，你想当成小胖子吗？嗯，不想吧。好好好，奶奶，今天也陪你吃一碗，好不好？你看爸爸也在吃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快吃吧。小心烫啊！进来。张总，想耽误您一点时间，有事吗？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说吧，什么请求啊？白一飞现在……行了，你别跟我提这个人，提了他我就发火。张总，白一飞好歹也在公司干了那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能不能给他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啊？怎么，他还没找到工作吗？怎么样，四处碰壁吧？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他计较了。是他叫你过来向我求情的？不是，是我想帮他。贝贝，我发现你跟他真的是来真的了。没有，大家以前都是同事，他又比我小一点，所以我一直都把他当弟弟。是这样吗？当然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我本不该过问。不过你是我公司的优秀员工，我还是得劝你一下。他这个男人心浮气躁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，你不能跟他动真感情。
谢谢张总的关心，我自己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别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您的好心我心领了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但是你言而无信，你利用我跟白一菲的关系把她骗回公司，当面羞辱一番不说，你还开除她。就因为这个，我觉得我对不起白一菲，所以我今天来求你，也是想补偿她。你补偿她？她造成的损失谁来补偿？张总，好了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继续想在公司干下去的话，就别为她求情；如果你不想干，随便。好吧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哎，什么人呢？要不是现在工作不好找，我才不受这气。怎么，你真的为白一菲去求张总？我就是想试试嘛。我想，兴许他能看在一菲为他工作那么多年的份上，不计前嫌的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没想到他还真小气，记仇记到现在。贝贝啊，我说一句，你别在意。怎么了？你为白一菲做的太多了，我都看不过去。可是他现在那么惨，我就是想帮一下他嘛。话是没错，可是帮也要有一个限度啊。像你这样，餐餐为他准备好，房租也帮他付清，你是他妈呀，有这么帮的吗？他是一个大男人啊，你这么帮他，等于在害他。那我怎么办嘛？让他有危机意识，如果能绝地逢生，那才叫男人。也是啊。欢迎光临，来，这边请。我亲阿姨，豆豆什么时候回来？豆豆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几天？一天、两天还是三天？小智，你没看见大人都在忙吗？你瞎吵吵什么呀？豆豆不在，没人陪我玩。嗯，大人都在忙，这儿也没有人陪你玩，想玩你就出去玩呗，啊，乖。嗯，王亲阿姨，豆豆在他爷爷家。会不会被狐狸精欺负啊？哎呀，喊你出去玩，你怎么就不听话呢吗？出去，出去玩，乖乖乖啊！真的，外婆，豆豆没有保护被欺负就可怜了。行了，出去玩，来，听话，出去玩。真的，外婆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外婆，那天我真没想到，豆豆怎么会跑到我车上去，被他混出农庄了。还好啊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啊，要不然我责任可就大了。是啊，舅舅，以后我们要倍加小心，每次出车前都好好检查一下。那可不是嘛。哎，你最近跟王晴发展的怎么样了？自从跟尹建平打那一架之后，王晴就没理过我。我真后悔，不应该那么一时冲动。我可不这么认为啊。怎么说？照我说啊，你这一架打得好。你想想啊，汪琴现在生你的气，说明他非常在乎你。尹坚平跟你动了手，那正好，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就被他自己摆上了桌面了。汪琴现在一个人在，豆豆又正好不在，你为什么不趁现在这个时候对他敞开心扉，主动的去找汪琴谈谈呢？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。枪还是老的辣。哎，小智。哎，小智，怎么一个人在这玩球呢？豆豆不在，没人陪我玩，好无聊。嗨，你这个小鬼，现在还会说无聊啊？还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叔叔带你去采草莓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走吧。走。走。
下的恋人，有续杯吗？不用。那我们要打烊了。我们聊聊好吗？酒气风尘。尹建平，他骚扰你，这是我跟尹建平之间的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尹建平，我只是关心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谢谢。我听李先生说，你这次回来是为了帮公司找建厂的地点。那你就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，不用你操心。王琴，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当年你离开的时候，有拿我当过朋友吗？到底是为什么？王琴，算了，既然你不想说，就不用说了。我要打烊了。爸爸，那你要注意休息。太累了。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爸爸，爸爸，嗯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你想去哪儿啊？嗯，去海边看海鸟。好啊，嗯。建平啊，你若真没事的话，送我去店里好不好？好啊。建平啊，你也要出去啊？正好我今天要去菜市场买只鸡，你能不能载我一段？可以啊。奶奶，我也要去啊。你也要去啊？哎呀妈，市场那种地方又脏又乱的，怎么好让小孩子去呢？不如这样吧，我给明哥打个电话，说我晚点去。建平，你陪妈去菜市场，我在家顾豆豆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你一个人照顾豆豆行吗？照顾小孩有什么难的？更何况豆豆很乖啊，是不是豆豆？不要，我要和奶奶去市场。豆豆又不听话了。好嘛，不去就不去。豆豆乖啊，奶奶跟爸爸呢一会儿给你带你喜欢吃的那个梅花糕，好不好？好了妈，你们赶快去吧，怕人去晚了，好菜被人家挑光了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走吧，豆豆乖啊。拜拜，奶奶，拜拜，路上小心哦。听清楚了，你如果想在这个家踏踏实实的过生，你就要给我听话，听到没？嗯，狐狸精。对，我就是狐狸，你不知道吗？故事书上的狐狸都是有魔法的，你如果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就用魔法让你妈妈生病，生特别特别痛的病，痛到会死掉的那一种。这样子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妈妈了，听到没？不要不要爱我妈妈，不要爱我妈妈。哦，豆豆乖，嗯，如果你乖乖听话的话，我就不会害你妈妈。记住了没？嗯，记住吃好不好？嗯，来，你看。
的嘛，拿你进去好不好？我才不要你给我买的吃的呢，我不要。狐狸，你还没上班去呢。爸。哎，嘿嘿，豆豆，在房间干嘛呢？爸，您回来的刚好，那豆豆麻烦您照顾了，我去上班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拜拜。哎呀，爷爷刚练完，一身臭汗，你不嫌脏啊？走走走，来。爷爷，妈妈答应我住两天就回去的，都已经两天了，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回去？你妈妈餐厅啊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去接你。哎，豆豆，你在这陪爷爷不好吗？可是，爷爷，你说妈妈不来，你要送我回去的，你送我回去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嘛？哎呦呦，别要别要别要！哎呦，爷爷难受，爷爷难受！哎呦，爷爷难受！哎呀，爷爷这疼啊！哎呦，快给爷爷倒点水回来！哎呦。谢谢豆豆啊！哎呀，爷爷，你的药在哪里？我去帮你拿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放下。嗯。哎呀，豆豆，豆豆，你看爷爷病了，你别走了，陪着爷爷好不好？就那我要问过妈妈，我怕妈妈等我。那好，给妈妈打电话来。妈正想忙完之后打电话给你呢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妈妈随时都可以去接你啊。哎呦，妈妈，就是这爷爷生病了，我要多陪他几天，你能同意吗？爷爷生病了，来，爷爷的啊，王晴啊，没事儿，还是老毛病，你放心吧。豆豆在这儿非常乖，我们都非常开心。您没事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妈妈，我想你。妈妈也想你。豆豆，在爷爷家一定要听话，不许调皮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妈爱你。豆豆再见。妈妈再见。家喽，你个小调皮哦，豆豆可以陪着爷爷玩喽。爷爷，你病好了？不，爷爷病好了，只要豆豆不走，爷爷就没有病啊。哎呦，瞧瞧瞧瞧瞧瞧，看看，看哪儿呢？看哪儿呢？哎呦，小宝贝儿哦，哎呦，哦。带团经验还算丰富，魏总，不是我跟您吹牛啊，我带出国的团员回来都会来找我的。你有这么优秀吗？做我们这行，总要有点看家本领吧。我呢，不但会变魔术，我还有一肚子的典故，无论正史野史，我都能给他们说上三天三夜。还有啊，人家的团员是下车尿尿，上车睡觉；我的团员是下车长知识，上车有乐子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你的经历和口才很不错，但是这些雕虫小技都不是做领队的重点。是，领队要强烈的责任心，把团员带出去，还要平平安安带回来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你过去的事情我们也有所闻，实在很抱歉。魏总，魏总。
干嘛？吃炸药了，那么凶。我心情不好。我心情也不好，要不咱俩喝酒去？我没钱。我有钱呢，我请你。去哪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开除我？白一飞十八般武艺，还怕找不着工作吗？有眼无珠，等回头肯定会让你后悔的。有钱就是神气，狗眼看人低。我米可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凭什么就被糟蹋呀？有钱，有钱就能把人不当人吗？美了，咱不难受啊，不难受，咱不提那些不是人的东西。嗯，来，高兴喝酒，喝酒。说，我现在身无分文。我今天做了一单大买卖，我买单。好，今天算你的，等回头哥有钱了还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米可的就是你白一飞的，你跟我分什么彼此啊？那个。我白一飞现在失业了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，你今天失意，不代表说你永远会失意。这浪花呀，遇到阻力，翻起来比之前还要高呢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来，李哥，干杯。哎呀，你呀，知我者，你可以。我会一直找寻。